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《碳捕捉与储存技术》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碳捕捉的超级吸尘器，直接空气捕捉；二、海洋碳捕捉，深海的碳仓库；三、碳捕捉的植物军团，森林与草原。那么小六子，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碳捕捉的超级吸尘器，直接空气捕捉。各位同学。 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里的装置，但其实已经在现实中逐渐成型的技术——直接空气捕捉 （Direct Air Capture），简称 DAC。这个技术就像是地球的超级吸尘器，专门用来吸走我们大气中的二氧化碳。听起来是不是很酷？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。首先，什么是直接空气捕捉呢？简单来说，DAC 技术就是利用一系列化学反应和机械装置。 从大气中直接捕捉二氧化碳，这些装置就像是巨大的吸尘器，吸入空气，然后通过化学反应将二氧化碳分离出来，最后将干净的空气排回大气中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有效的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，对抗气候变迁。那么，这个技术是怎么运作的呢？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奥秘。DAC 系统通常包括吸收塔和再生塔两部分，吸收塔里面装有特殊的吸附剂，当空气通过时， 二氧化碳会被吸附剂捕捉，接着这些吸附剂会被转移到再生塔，在高温或低压的条件下，二氧化碳会被释放出来，然后被收集起来。这些捕捉到的二氧化碳可以被压缩、储存，甚至用来制造燃料或其他化学品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实际上，这个过程需要克服许多技术挑战。首先，从大气中捕捉二氧化碳的效率并不高，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只有约百分之零点零四。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处理大量的空气才能捕捉到足够的二氧化碳。其次，这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，如何确保这些能量来自可再生能源而不是化石燃料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现在，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话说在瑞士有一家名叫 Climeworks 的公司，他们是 DAC 技术的先驱之一。这家公司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建造了一个 DAC 装置，这个装置每天可以捕捉到数吨的二氧化碳。 更有趣的是，他们把这些二氧化碳卖给当地的温室农场，用来促进植物生长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减少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，还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，真是一举两得。当然，DAC 技术还在不断发展中，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创新的应用。例如，有些科学家正在研究如何将捕捉到的二氧化碳转化为建筑材料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建造房屋，甚至是摩天大楼。想象一下。 未来的城市可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碳捕捉装置，每一栋建筑都是一个碳吸收器。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很有趣？总结来说，直接空气捕捉技术是一个充满潜力的解决方案，能够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迁的挑战。虽然目前还有许多技术和经济上的障碍需要克服，但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个超级吸尘器将会在未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希望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 也期待你们能够成为未来的科学家，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改变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海洋碳捕捉、深海的碳仓库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既深奥又充满神秘感的话题——海洋碳捕捉，特别是深海的碳仓库。这个话题不仅涉及到我们的地球科学，还有一点点的科幻色彩。 让我们一起潜入深海，看看这个碳的秘密世界吧。首先，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，你知道地球上最大的碳储存库在哪里吗？如果你以为是亚马逊雨林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其实，地球上最大的碳储存库就在我们脚下的海洋中，特别是深海。这里的碳储存量比大气和陆地植物加起来还要多得多。那么，深海是如何成为这个巨大的碳仓库的呢？这就要从海洋碳循环说起。 当我们呼吸时，释放出的二氧化碳 （CO2） 会被植物吸收，然后通过光合作用转化为有机物质。这些有机物质最终会被动植物吃掉，然后通过食物链进入海洋。当海洋生物死亡后，它们的残骸会沉入海底，成为深海的碳储存。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，在深海有一种叫做海雪的现象，这些海雪其实是由死去的浮游生物、粪便和其他有机物质组成的微小颗粒。 它们像雪花一样，缓缓的从海洋表面飘落到海底。这些海雪不仅是深海生物的重要食物来源，还是碳储存的重要方式。想象一下，深海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冰箱，保存着这些碳雪花，让它们不会轻易释放回大气中。然而，这个碳仓库并不是永远稳定的。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，海洋的温度和酸度正在发生变化，这可能会影响到碳的储存和释放。比如， 当海洋变暖时，深海的碳可能会重新释放到大气中，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。这就像是我们不小心打开了冰箱门，让里面的食物变质一样。所以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，特别是深海的健康，对于我们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。这不仅仅是科学家的责任，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毕竟，我们都不希望地球这个冰箱变成一个烤箱，对吧？总结来说，深海的碳仓库是一个复杂而神秘的系统。 它在地球的碳循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通过了解和保护这个系统，我们可以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，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对深海碳捕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下次再见，记得带上你的潜水装备，我们还有更多的海洋秘密等着揭开呢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。 碳捕捉的植物军团：森林与草原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——碳捕捉的植物军团：森林与草原。这个话题不仅涉及到生态学，还有一点点的超级英雄元素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植物是如何成为地球的守护者的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森林这位碳捕捉的超级英雄。森林就像是地球的肺，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，释放出氧气。 这个过程就像是森林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呼吸运动，你知道吗？一公顷的森林每年可以吸收大约六点五吨的二氧化碳，这相当于一辆汽车行驶约两万六千公里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。这样看来，森林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碳捕捉超级英雄。但是，森林并不是唯一的碳捕捉能手，让我们来看看草原这位低调的碳捕捉专家。草原虽然没有森林那么高大。 但它们的根系非常发达，能够深入地下，将碳固定在土壤中。这就像是草原在进行一场地下碳捕捉的秘密行动。研究显示，草原的土壤中储存的碳量甚至可以超过森林的地上部分。这是不是很令人惊讶？现在，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片辽阔的草原上，有一群植物决定要成为地球的守护者。他们发现，虽然自己没有森林那么高大， 但他们可以通过发达的根系来捕捉和固定碳，于是这些草原植物开始默默的在地下进行碳捕捉的秘密行动。他们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，草原成为了地球上重要的碳汇之一。同时，在一片茂密的森林中，树木们也在进行着自己的碳捕捉任务。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，释放出氧气，为地球提供了新鲜的空气。森林和草原这两位碳捕捉的超级英雄，虽然方式不同，但目标一致。 保护地球，减少温室气体。最后，我们要记住，无论是森林还是草原，它们都在默默的为我们的地球做出贡献。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这些自然资源，让他们继续发挥碳捕捉的超能力。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能够更加关注和支持环保事业，成为地球的守护者之一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今天的课程让你们对碳捕捉的植物军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也希望你们能够带着这份知识去影响更多的人。 让我们一起为地球的未来努力吧！拜拜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走完了一段奇妙的旅程，探索了碳捕捉的三大超级英雄：直接空气捕捉的超级吸尘器、深海的碳仓库和碳捕捉的植物军团——森林与草原。希望大家不仅对这些高科技和天然碳捕捉手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还能感受到这些科技与自然的奇妙结合。 总的来说，直接空气捕捉技术 DAC 虽然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中的装置，但实际上已经在现实中逐渐成型，并展现出巨大潜力。我们了解了它如何通过吸收塔和再生塔来捕捉和储存二氧化碳，尽管面临技术和经济上的挑战，但未来可期。接下来，我们潜入了深海，揭开了海洋碳仓库的神秘面纱。深海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碳储存库。 其碳储存量远超大气和陆地植物。通过了解海雪现象和深海碳储存，我们意识到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对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。最后，我们回到了陆地，认识了碳捕捉的植物军团——森林和草原。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，而草原则通过发达的根系将碳固定在土壤中。两者虽然方式不同，但都在默默地为地球减碳做出巨大贡献。 各位同学，今天的内容非常丰富，也非常有趣。希望你们不仅学到了知识，还能感受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。未来的科技和自然的结合，将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而你们就是未来的希望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。我是六博士，期待下次和大家一起探索更多神秘有趣的科学话题。记得，地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。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？谢谢大家收看《六度穿越》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，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